哎，你这个肩膀怎么还露出来了？衣服穿好了，来，我给你扣起来。哪里疼？鼻子疼。我看看，你是不是扣的？我看一下。没扣。没扣啊？那还疼不疼啦？不疼。不疼啦。玩的这什么？贴纸是不是啊？好玩吗？你给妈妈贴一个呢。撕坏了。哦，谢谢。自己在这儿一个人玩的好呢，在玩贴纸，就是弄得到处都是的。娃娃脸。对，小娃娃脸。你给大家打个招呼呢，小米酒。你说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米酒。鼻子怎么了吗？给我看一下。哎，刚才看了一下，不得了，你头抬起来。他竟然在鼻子里塞了一个贴纸，给我看一下。哎呦，真的是，这个能塞进去吗？能塞到鼻子里啊？难受吗？妈妈拿夹子给你弄出来，看看，这么大一块，你竟然塞到鼻子里去了。以后千万不能把这些东西往鼻子里塞，知道吗？妈妈不是之前跟你说过吗？听妈妈说话呢。这些东西以后不能往鼻子里塞，知道吗？不可以。你还嘴硬呢，你塞进去我不帮你弄了。我不帮你弄了，你难不难受？不难受啊？贴在书上贴着玩的，不是往你鼻子里塞的呀。宝宝塞的。宝宝塞到鼻子里会很难受的。知道吗？这个也很危险，不可以。妈妈贴。妈妈贴啊，妈妈贴可以，但是不能塞到鼻子里，知道吗？那从鼻子里面掏出来的。哎呀！哼，不听话啊！拿过来。鼻爸爸。拿过来，快点。调皮呢，现在树上玩的，时时刻刻要盯着，到处都是贴纸，到处都扔的东西。不要，还嘴硬，现在学会回嘴了是吗？你不得了了，你拿给妈妈，不玩了这个。拿，给妈妈。哦，给妈妈，来给妈妈。不要。不得了了。妈妈，你不是很凶的吗？啊，是不是很凶？妈妈说个啥你都开始回嘴了，是不是？妈妈抱抱。哦，又妈妈抱抱了，可怜巴巴的又变的，你这个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你看这个贴纸是贴的，鼻鼻上呢，不能弄到鼻鼻上。你看贴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可以拿个书贴在书上面玩。床上贴到你爸爸的被子上是吧？比爸爸。不要错了，那个错了疼，快拿给我。哎，还真有个比爸爸，我来给你弄。没有了吧？对，听话，要听话。对，那样会很危险，以后不可以啦。听不听话？听话啊，太棒啦！带这么大点孩子真的是太操心了，一会儿都离不开人，你看看多危险呀，是不是啊？上次把体重秤的那个电池拆下来了，也给我吓一大跳，到处乱翻，现在在家里时时刻刻得看着。呵呵。说谁呢？爸爸。说的爸爸呀，你这个锅甩得远呢，甩给爸爸了。爸爸去上班了呀，怎么会是爸爸弄的呢？不是你弄的吗？什么？啥？好吃不？好不好吃呀？没辣。没辣。
他休息了。好不好吃呀？嗯，对，休息了。好不好吃呀？